师过情人节也是你。那、啊、现在想在一起久了，节日都不想过是不是？嗯，我走。不、啊、啦，我昨天熬夜熬到很晚。你最近特别想做的事情啊？想做的事情？干嘛突然问这个？没有啊，因为想说最近上课都上到蛮晚的，根本就没有时间约会，就想要做一些可以一起创造回忆的事啊。嗯？突然这么浪漫，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？还是想要借机让我跟你一起打电动啊？没啦，所以到底要不要？好啦，我要。好，那只能写五件事情哦。好。对了，之前答应你五件事情想好了没有？我想了一个晚上，只有五件事情真的好难哦。十件事情不行吗？不行，太多了。就五件。啊，好吧，就这五件。啊？骑机车去海边，这个之前应该做不到哦。啊，这是我最想做的哎。没办法啊，我机车坏掉了。好了，走了，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啊。四个小时哎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好了。啊，这东西到底有什么好看的？不过是……不要吵，现在正精彩。好了，我要去打LOL了。你明明说要陪我看韩剧一整天的，我看完普系剧好，我要去看补宝剑了。哼。啊？那你要不要也看看我啊？你好，一共是620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哎，怎么样？位置不错吧？嗯，普普通通啦。咦，我要加这个。哦，好啊。你很烂呢！要扛我？很累啊！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梦到你出事了，然后我在你旁边哭得好伤心，好伤心。骑机车去海边，那我们明天要去哪里啊？秘密喽，明天下午见。不是说要陪我回家吗？等等。
记得吗？这里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记得啊，当初你还把我的课本通通撞掉了。我那时候还觉得你很没良心耶。哎呦，我赶时间嘛。后来又在我家附近的咖啡厅遇到你，你竟然跑去那边打工了。当时我都故意坐在角落偷偷看你。不也是吗？我还特地跟老板加长了工时，就为了只让你跟我一个人买咖啡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吵架吗？那天你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觉得自己很没用。哎呦，你不要再说了啦。巧怡，如果还有下辈子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那不是梦。你出意外那天急救失败，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离开的事实。医生告诉我，我得了解离性失忆症。朋友的每一个反应，都好像在提醒我梦该醒了，只是我似乎还活在自己的世界。我不确定是不是忘记你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当全世界为你哀悼时，我居然还像个傻子一样，被自己的心骗得团团转。如果你还在的话，那天是我们的两周年。我不后悔这场梦最后还是醒来了，至少我知道，那些曾经的我们都还是那么美好。谢谢你，如果还有下辈子，我愿意。